單。港大一項調查顯示，市民對香港人身份的認同感升至十年高位，但係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就下跌。林子彤報導。究竟市民覺得自己是中國人定係香港人呢？香港人。點解呢？因為我覺得香港人比較發達。我覺得我是一個中國人。點解呢？始終你香港都是屬於中國的，其實有些政策都是要，雖然說是一國兩制，但是始終都是大方面那些，譬如宏觀的政策都是受這個中國影響的。港大在今個月中進行了調查，發現市民對香港人身份的認同感升到去十年的高位，相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感就下跌了。調查顯示，市民對香港人的身份最有認同感，以十分為滿分，達到8.23分，比半年前同類的調查升了0.6分。至於市民對中國人的認同感就只係得7.01分，跌了0.23分，在眾多的身份認同入面只係排第四。調查的分析話，近年中國經濟發展迅速，但市民對中國人的認同感反而減弱，可能同經濟以外的因素有關。亞洲電視記者林子彤報道。